字就叫做黄土空鱼，它叫做黄土空鱼哦。这个黄土空鱼啊，每次在我们喂食秀的时候啊，总是排行前两名啊。前两名什么？最爱马上呢跑到我们陈水源身边啊，要吃吃的就是我们的黄土空鱼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陈水源正在温柔的抚摸，就是我们海里面最可爱的小狗狗。为什么要叫小狗狗呢？因为啊，我们这两条啊可爱的鲨鱼，它们很喜欢黏在我们潜水员身边，好窝窝的撒娇哦。大家现在有没有看到我们潜水员呢？一只竹夹鱼给我们的空鱼哦。现在大家看到潜水员在喂食的这一条空鱼，它的背部的图文啊，有呈现像花豹一样的图案哦，非常的帅气。我们说啊，陆地上有跑得很快很快的花豹，海里也有哦，它的名字就叫做豹纹土空，它叫做豹纹土空哦。看来啊，我们潜水员啊，真的像个大明星一样哎！你看他现在身边啊，围绕了两种不同品种的空鱼，还有海里的小狗狗都连在他身边啊，感觉啊，好像要跟我们潜水员要签名照一样哎！其实啊，可是为了我们潜水员啊，鱼篓里面有很多鱼们爱吃的，它叫做竹夹鱼哦。现在潜水员啊，准备要来喂食我们海中的小狗狗，就是我们的护士鲨。护士鲨就是那个医生护士的护士，他们的名字叫做护士鲨哦。大家可以仔细看看哦，护士鲨在吃东西的时候，在它的嘴巴上方有两根白色的细细长长的，这个是护士鲨的须瓣哦。现在呢，游过了一只好大只哦，长得圆滚滚的大红鱼哎，它的体型啊超大的，比起我们现在在洗锅里的这豹纹土空啊，还有刚刚介绍的黄土空鱼都还要来的大只。没错，它的名字叫做大理石空，它叫做大理石空哦。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背部的颜色啊，是呈现黄褐色的，身上呢有很多不规则的黑点，就像大理石的图腾一样哦。哇，我看到了什么啊？现在呢，刚刚就是我们的石斑大王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啊，快速的将竹夹鱼给吸到肚子里面去了耶！啊，现在看到我们潜水员啊，又像个明星一样，被他的粉丝就是他的红鱼，还有可爱的护士鲨给团团围绕住嘞，每一只啊都争先恐后的，急着想要好抱抱，跟要吃东西啊，这就是我们可爱的护士鲨。大家有没有看到护士鲨的眼睛是不是很小很小啊？有哈，绿豆般的小眼睛呢，它的眼睛啊小小的，因为啊平常护士鲨来感测食物的重要器官呢，其实是它嘴巴上方两根细细长长的须瓣哦。现在看到我们的大理石轰又游回来了，跟各位郑重介绍一下我们的圆滚滚的大理石轰，最大的体型啊可以长到330公分，
这么的长哦，在空鱼界中啊，它的体型可是数一数二的大只哦，而且啊，其实它也非常的爱吃哦。不过讲到爱吃啊，排行第一名的、啊、还是我们的黄土空鱼啊，它最爱吃了，而且啊，它吃竹夹鱼的速度啊，超快的耶。现在呢，潜水员在喂食的这一只，就是长相啊非常花俏跟华丽的豹纹土鸿，它的颜色超美的，跟陆地上的花豹是一样的图腾。哇，今天大家很幸运耶，我们今天的十班大王都有很积极的游出来吞了竹夹鱼哟、哦。来，现在呢，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护士鲨哦。在护士鲨呢，左右两侧有一开一合、一开一合的，这个就是鲨鱼的，我们叫做它的鳃裂哦。一般来讲呢，鲨鱼的鳃裂啊是开在它左右两侧侧边的地方，而空鱼的鳃裂啊是开在，比如说我们到豹纹土鸿。一开一合，一开一合的鳃裂是开在它白白的腹部的地方哦。这个是空鱼跟鲨鱼啊观测外观最主要的差别哦。来，我们现在看看鱼篓里面有好多好吃的竹夹鱼哦，所以啊，我们护士鲨一直黏在潜水员身边。不过啦，看来我们现在潜水员准备要来喂食我给我们的大理石轰呢，还是我们可爱的豹纹土轰呢？跟各位介绍一下，我们轰鱼的眼睛有人知道长在哪里呀、啊？那你说长在哪？下面啊，是不是嘴巴上面啊？还是在它背部的地方？好像有人讲对了哦，空鱼啊的眼睛其实是长在它的背部的地方哦。等一下，怎么有空鱼跑出来擦玻璃的时候，我们啊可以看看它的眼睛究竟，对，像个豹纹土鸿，它的眼睛你看有没有看到圆滚滚丢丢咕丢的，这个才是空鱼的眼睛呢。所以呢，基本上平常空鱼啊在吃东西的时候，它是要用感测的，因为它的眼睛啊其实是看不到食物的哟，因为它的眼睛是长在它的背部的地方，而它的嘴巴呢是长在腹部的地方。所以啊，空鱼在吃鱼啊、螃蟹啊、甲壳类的时候，它的眼睛是看不到食物的哦。那平常啊，空鱼啊除了喜欢吃鱼类以外，他们也非常的喜欢吃贝类，或是像螃蟹啊、虾子等等甲壳类的食物哦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在他嘴巴上方啊，那两个点点是他的鼻孔哦。现在潜水员啊，就在摸小狗狗嘞，就是我们可爱的护士鲨。护士鲨啊的体型啊，最长啊可以长到320公分这么的大只哦。一般来讲，我们对鲨鱼的印象啊，都是鲨鱼好像个性都很凶狠哎。不过啊，护士鲨啊，真的是鲨如其名哎，它是很温驯的一种鲨鱼哦。那我们讲到空鱼啊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空鱼啊，其实在它靠近尾鱼。